我们到哪里去看看这边来？我们看不到，我们等一下，请你们这组人去看到，我们来个照。好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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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
来，我们拿了对方证往前走啊。那先慢慢走。就是类似这么多，因为我家离爱买很近啊。家什么我们都没，我也都没去。反正你要是时间搭不来了。到多少线呢？梅花路线呢？哎，到梅花路线了呀。是啊，给我说，不是一天限两万，一次今天两万两万可以，可以啊。送五次，一个单两万嘛，那你送五次可以啊。啊，真的哦。要不然你 ID 多拿几个上来。ID 多拿几个上来。真的留在从那里走上去拿。夫妻签好了，不投给你。喂喂喂。喂。我们摩尔，各位劳工，摩尔劳工到楼上面来哈。那个，把距离拉开一点，把距离拉开一点，好不好？大家帮忙一下。让你们这个荣誉能够永远的保存下去，
谢谢你们替我们林家店做出的贡献，谢谢你们，谢谢。理事长说，如果旧的可以给他换，真的可以再进去换新的。喂喂，林理事长，林志慈。县长，副县长，市长，大家好，上午好。今天很高兴是五一劳动节，先祝大家劳动节快乐。在防疫期间啊，很不容易啊，就是大家先要做好自己的防疫工作。我们县长、副县长跟议长，还有我们总工会理事长蔡玉彪先生，最近都在做这些防疫的工作。那我只有一个要求，希望大家把自己的防疫工作做好，身体健康最重要。谢谢。有请县长致辞。各位劳工朋友们以及各位贵宾们，大家早安，大家好。好。今天是一年一度的五一劳动节，本来我们要举办非常盛大的一个参会表扬活动，但是因为疫情的关系啊，我们就把这样子的一个参会把它简化，早上就做很健康的一个健行活动，但是也举办了一个简单隆重的一个表扬活动啊，来表达我们对劳工朋友的敬意跟谢谢，跟谢意。首先啊，要非常恭喜今天得奖的各位模范劳工，谢谢你们在各个领域、各个岗位上的进行为所有劳工的模范，非常恭喜，也非常辛苦，也非常谢谢你们。那其次，我要跟所有的劳工朋友们说一声五一劳动节快乐，遍布各行各业以及各机关、学校，扮演我们社会进步非常重要的一个动力。那在这里我要代表我们县政府跟所有的乡亲，谢谢所有人劳工朋友过去一年的辛苦、一年的努力，让马祖可以持续的进步、持续的繁荣。那因为疫情的关系，虽然说我们把这种庆祝的活动把它简化，但是我们对于劳工朋友的敬意跟谢意是一点都没有改，当作敬礼人，这是一个非常光荣的一个荣耀，也表示我们政府对大家的谢意。那现在因为疫情期间呢，我想我们全力啊要防堵疫情的扩散，也呼吁所有的劳工朋友跟所有的乡亲，新冠肺炎经过两年多，从武汉原始病株到变种的阿尔法、德尔塔，到现在啊以轻症为主的一个 Omicron 病毒啊，根据世界的经验啊，要走出这个疫情啊，回归正常生活，这是一个必经的过程。但是我相信，只要我们全体乡亲同心协力啊，我们全力以赴，一定可以平安的度过这个疫情。也请大家一起努力，做好相关的防疫工作，勤洗手、戴口罩，维持社交距离，避免群聚。我想在政府跟民间一起努力下，我们可以平安的给乡亲一个非常平安健康的环境。最后再一次的祝福所有劳工朋友们五一劳动节快乐，谢谢谢谢谢谢。你们有三张王牌打出来给他打哈，这个是才是历史意义，这个财大官人要哇111年，好，这个恭喜大家，恭喜大家，好，谢谢啊，我对各位的祝福啊，各位待会上马之网，我已经把所有的话放在那边，谢谢你们撑起马祖的半片天，谢谢你们，真的感恩马祖，感恩有你们。